小了，这个牛太小了，没有的。我觉得是网板太大了。这网板太大，油也小，网板也大，没那么多油。这油很快干了。干太快了，没事。脚知道刚才用那白色油墨还好一点。用这个硬的也蛮好的。这个白色的没那么快干了。这个等一下就关了，干了。这边已经不上去了，它干得太快，要那种。